夫人邱日娜老师，他们的侄女殷德玛，我们马头琴表演艺术家李波老师，酷麦小黑，中国达人秀人气小王子乌达木，帅哥帅哥，还有我们要隆重推出的我们本次蒙古表演艺术团的领队哇哈纳老师，欢迎你们。我给大家唱一首红外歌曲吧，没有任何的伴奏，好吧？因为红外是我们蒙古族的原生态唱法之一，它同时发出能两到三种、四种声道声部，把这个最美妙的这个美妙的魔幻大自然的声音我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Are you?
非常开心。